种树本身对孩子有非常大的意义。第一个，我觉得它是一个生命教育，让孩子呢懂得看着这个生命的成长。不过我们也知道种树它有时候会有失误，那也是一种孩子去面对一种消失的那种学习。第二个，我觉得它是一个品德的教育。我们知道品德里面最高的境界是良善，我想透过种树这样子的一个活动，让孩子有一颗良善的心。那第三个是我们现在很夯的所谓的环境教育，我想爱地球大家把它摆在嘴巴上，但怎么爱地球，我想种树让孩子从中间去体会人与环境的关系，人与植物的关系，我想那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对孩子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生活的体验。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对孩子是有相当大的意义，所以当我初次听到会来我们学校是不是可以办这样的活动的时候，我相信我是没有考虑的，我一口就答应了。西荣国小的特色就是在于我们的占地面积非常的大，我们整个学校的生态环境是很丰富的。那树上呢可能会有松鼠在跑跳，然后呢一棵榕树早上来会有100多只麻雀醒来，然后他们要飞走。那下课的时候小朋友就会喜欢在这一片草地上面抓蚱蜢，玩蚂蚁。我们虽然盖了一个蝴蝶园，可是那是一个有形的，反而整个学校啊这么大的西荣国小，它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很自然的蝴蝶园。因为在这里小朋友跑到玛丽金区，他就会看到画斑蝶，或者说他看到的那个黄花座江草就会看到小灰蝶。那在自然里面我们也是给一些人为的，让孩子可以有发挥的空间，所以我们有了一个叫做开心农场的一个植栽区，然后让小朋友学种菜让孩子知道说植物是怎么来的。对，他们自己开始学着种番茄，自己学着种辣椒。对，